沙田賽馬三宗墮馬事件，女騎師減危與墮馬身亡。不過發生相思案，一對年老夫婦被人斬死。江澤民展開在意大利的訪問活動。各位新聞的詳細內容，沙田馬場今日舉行的賽事先後發生三宗騎師墮馬意外，其中女健習騎師減危與在第三場墮馬重傷昏迷，送院搶救後證實不治。今次自從84年英國騎師戴萊在沙田馬場墮馬身亡之後，第二宗騎師上陣墮馬死亡事件。馬浩輝報導。簡惠如墮馬受傷之後昏迷，被送到威爾斯醫院搶救，練馬師簡炳慈一直在手術室外面等候。簡惠如在第三場拆騎漢庭之寶，起步沒多久，當時隻馬還貼住內欄，到對面直路臨轉爆炸彎的時候，隻馬失蹄，簡惠如墮馬落地的時候連打幾個關鬥，當場昏迷。到了第五場金氏分拆騎的歡樂組合，在跑到最後直路的時候亦都失蹄，騎師金氏分從馬上面搭落嚟，當時後面隻馬啱啱好避過，佢冇受傷。而到第七場冼毅力拆騎的勝出，亦都在末段墮馬，冼毅力亦都冇受傷。亞洲電視記者馬浩輝報導。香港賽馬會主席李福森對事件表示哀悼，而行政總裁黃志剛並沒有評論到為何在今日賽事發生事故之後沒有即時取消餘下的賽事。馬會在證實簡惠如死訊之後才取消第十場，即是最後一場的賽事。其他消息，不過發生雙重兇殺案，一對年老的夫婦被發現身中多刀倒閉在家，警方已拘捕了一個男人，懷疑與案件有關。陳國陽報導。在凶案現場發現的兩具屍體，警方證實是一對年約60歲的夫婦，他們身上有多處的刀傷，相信兩人死了已經超過一日。年紀就應該是60歲左右，但是正確年齡我們現在是不知道的。你現場找到兇器嗎？你發現的時候當時我哋入屋嘅時候咧，就已經救護車到咗之後咧，係證實咧佢哋兩個已經係死亡噶啦。咁喺現場咧，我哋初步嚟講係揾到一把菜刀嘅。警方話，凌晨五點左右，一名年約26歲嘅男人被發現喺旺角燈打士街一個公園度昏迷，跟住送去廣華醫院。稍後有人向警員承認殺咗佢嘅父母，大批警員就去到英皇道呢個單位，發現兩名死者分別服屍喺大廳同睡房。警方表示，單位裏面曾經有掙扎過的痕跡，而有人就曾經聽到單位發生過爭執，所以警方不排除是家庭糾紛引致。而警方已經證實被捕的男人是死者的親人，警方仍然調查案件的動機，而案件已經交由東區重案組處理。亞洲電視記者陳國陽報導。國泰航空公司表示，機師集體入禀高等法院，不會影響航班的服務。公司會在今個星期之內和有關的員工開會，就更改僱傭合約問題尋求共識。馬淑儀報導。700多名國泰航空機師集體入禀高等法院，指資方無權單方面修改現存的僱傭合約和削減他們的福利。國泰航空公司強調，航班服務沒有受到今次事件影響，他們會在今個星期內和員工開會，希望可以達成共識。公司的目標是很希望能夠跟機組人員和香港航空機組人員協會達成到共識，大家一起向著幫公司爭取改善公司長遠競爭力這個目標，是去找到一個的解決方案。我們是一向都有跟勞工處緊密溝通，讓他們了解公司現在提出的方案的。發言人又說，事件跟最近公司提出的薪酬調整方案無關。亞洲電視記者馬淑儀報導。國際消息，在科瑞玉前途談判破裂之後，巴爾干半島局勢緊張，戰事一觸即發。歐洲安全合作組織和外國駐南斯拉夫的外交人員撤離首都貝爾格萊德，而塞爾維亞戰俘軍就加緊在科瑞玉軍事部署，並且與亞裔人遊擊隊爆發新一輪的激戰。徐偉琪報導。在科索沃普里什蒂納北部的盧扎內，塞爾維亞軍和亞裔人遊擊隊在亞裔人村落爆發談判破裂以來最大規模的戰鬥。當地消息說，塞軍派遣了多部坦克和大批軍隊到來，封鎖了通往科索沃的兩條主要道路。
蔡军话佢哋系受到游击队袭击而自卫还击噶，不过游击队就指责系蔡军首先开火。喺战斗中最少有七个游击队员同一个塞尔维亚警察死亡，而蔡军亦都喺科索沃加紧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防范北约会随时发动空袭。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都已经陆续撤走使馆人员和他们的家眷到克罗地亚暂避，只是剩下少数的主要外交人员留守使馆。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外交政策小组以及多名高层官员，包括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国防部长科恩、国家安全顾问伯杰等，开会讨论科索沃的局势以及北约发动空袭的适当时机。不过在俄罗斯就有大批人上街示威，抗议北约武力威胁南斯拉夫。民族主义领袖日里洛夫斯基说，北约敢做是强行介入南斯拉夫内政。他又促请俄罗斯政府派遣军队和供应防空系统，协助南斯拉夫抵御北约的空袭。亚洲电视记者徐伟琪报道。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针对科索沃局势发表讲话，表示如果没有联合国的授权就向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准则，也都是国际社会不能够接受的。中国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克制，继续通过谈判妥善解决科索沃问题。国家主席江泽民到了意大利威尼斯展开欧洲三国访问，而天主教信仰协会就公开要求江泽民释放两个效忠罗马教会的大陆神父。李彤报道。江泽民的专机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抵达威尼斯。外交界一直关注今次自从1987年以来首位访问意大利的中国元首会不会和梵蒂冈教廷接触。天主教协会在江泽民到达之前公开要求释放被囚的神父。北京官方的传媒就重申和梵蒂冈发展关系的条件是教廷必须断绝和台北的关系，以及不能够以宗教名义干预中国内政。江泽民会在星期日下午到达罗马，正式展开在意大利的官式活动。稍后他还会到访瑞士和奥地利，此行主要是加强欧洲国家的贸易联系。但下星期在日内瓦会召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预料三国的领导人会同江泽民讨论到人权问题，而意见人士魏京生就会在星期一到罗马向到访的江泽民示威。亚洲电视记者李彤报道。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毅在马尼拉和菲律宾外长西亚松就有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美济礁的中国设施展开谈判，预料菲律宾会提出要求中国拆毁这些设施，但中国一直坚持拥有南沙主权和这些设施只是渔民避风的设施，所以相信不会答应。这就是中国自从1995年以来在美济礁和兴建设施以来两国首次展开谈判。在内地广信事件暴露的金融机构不良信贷问题，不单止令外资蒙受损失，同时也令内地的企业融资遇到困难，需要改变投资策略。罗振邦在北京报道。本身是人大代表的黄敏刚在广州经营酒店生意，他去年将赚到的2000万存入利息高达两分的广州市国投的银行，估不到受到广信事件拖累，市国投面临破产，他现在可能连本带息都没了。就宁可拖，即有拖没欠。你现在如果你 cut 了人的时候，这个人你成世都记住你，你就欠了人这个情。因为这个决定造成的影响是要做回很多事去补救他那个政府的信誉。黄敏刚说希望中央妥善处理好赔偿问题，否则会影响外商在内地扩展业务和继续投资。内地金融信贷出现混乱，造成恶性循环，不单止令到外商蒙受损失，同时亦令到内地的大型企业在融资的时候遇到很大阻力。好像在香港亦有业务的北京中信，虽然总资产超过300亿元人民币，亦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和广信事件的影响，需要改变融资和发展策略。第一个反映了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的风险的看法，第二个也反映了在一个就是说动荡的金融环境中他的一种恐慌的心理。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话要重新审定，要确定重点，不能铺的面太大了，要根据那个量入为出。陈晓话，北京中信今年需要继续在国内发行债券，
同埋陸續將附屬公司上市嚟籌集資金。亞洲電視記者羅振邦喺北京報道。休息一陣，翻嚟仲會報道，當局有新措施打擊翻版 VCD 活動。一項調查發現，八達通卡有時會計錯數。繼續新聞時間。政府為了進一步杜絕翻版光碟，正是實施新的措施，向賣正版的店鋪派發標籤以作識別，又建議可以充公翻版光碟生產商的財物。打擊翻版大遊行之後，平日賣翻版碟的店鋪明顯收斂了，即使星期日都沒有開門做生意。不過不少市民仍然以分辨不到真假光碟為理由繼續買翻版碟。知識產權處近期已經向1000間認可賣正版的光碟鋪派發印有一個正字的標籤貼在收銀處，並且會在短期之內加強宣傳，有市民認為有幫助。好啲，唔會混亂。但我們在一些賣光碟的集中地區找過，發現不少賣正版光碟的店頭都沒有那個標誌。有店員說，就算有個標籤，市民一樣會懷疑連個標籤都是假的。可能佢驚住即係買咗，覺得唔抵咯，唔值咯。你唔好話個 logo 啦，我哋依間鋪頭我哋都有寫話，本店出售嘅全部係原裝正版咯，但係啲客都係問咯。知識產權處就話個標籤唔易冒認。所發出嘅 sticker 每一個係有個編碼嘅。啊、就不可以隨便去街的，如果在隨便在啲街市見到咧，就會知道喺邊度嚟嘅。咁我哋可以隨即行動。但有行內人士認為呢一個方法未能夠解決根本嘅問題。要買正版我相信是不難找到的，但現在的問題就是調回轉，即是消費者如果自己覺得買盜版不是問題的，他自然就會找到，這個需求仍然存在，所以最後仍然是大家要提高個公民意識。另外，海關正是建議日後可以運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控告翻版光碟的生產商，充公他們因為生產翻版物品而得到的財物。一個政黨做的調查發現，有兩成使用八達通的被訪者曾經被扣錯錢，要求有關方面改善八達通卡的準確性。妙妙思報導。用八達通搭車的乘客很多時望都沒望下張卡剩下多少錢就趕著出閘，沒留意就不知道，有沒有扣多少我自己不知道，知不知道他準不準的？其實沒有，我直頭沒有理他的，直過或者行直過的。不過亦都有心水清的乘客說，試過好幾次扣多了錢，由幾元至到十幾元都有。 我在停車用多少錢我自己知道嘛，我知道，但我自己扣多了，或者又扣多了，我想不如我費出聲。你出聲很多麻煩的，你自己要找他，找他跟他說，說他又要跟你計一輪，我見過麻煩。有調查就發現，類似扣錯錢的情況其實並不是少見的。這個政黨訪問了大約600個用開八達通的人，發現每5個就有1個說試過扣錯錢，另外有30人就說沒有留意，即是說就算扣多了都不知道。個政黨認為八達通除了要顯示剩下的價值之外，還要顯示每一程所扣的金額，讓乘客可以清楚知道有沒有扣多少。亚洲电视记者苗美思报道。十几个童军在马鞍山行山的时候，怀疑遇到大雾迷途报警，警方和民安队将他们带落山。莫佩琼报道。对小童军包括四个大人和十个九至十二岁的小学生，班小朋友落山之后成脚泥，还有些擦伤了，但他们显得一点都不怕，反而觉得好刺激。好大雾，看不到啊？看不到，看不到啲山，看到大家。系咯，睇到少少近距離嘅嘢咯。嗯，條路咧？條路窄啊，又窄又線，又多草喺度阻住。而同佢哋上山嘅隊長就接受警方問話，帶佢哋落山嘅民安隊話：呢段山路唔算難行，但今日咁嘅天氣就唔適宜上山。咁但係因為天氣潮濕啦，咁同埋大霧啦，咁嗰啲小路咧就變曬泥扮啦嚇。咁如果你話都幾跣嘅。呢对小童军是属于北葵涌第二旅，今次上山是考金紫荆章。他们在两点左右由马鞍山出发，沿梅子林路上山。在半个钟头之后，怀疑因为天雨和大雾迷路，负责人于是报警求助。
警方同民安队分两队上山，最后人民安队先找到他们，将他们带回落山。亚洲电视记者罗佩琼报道。一批夹屋准业主向房协请愿，要求房协人员在他们入伙前俾佢哋親身參觀選購單位，以確保樓宇嘅結構質素冇問題。幾百個夾屋準業主喺房屋協會辦事處門外掛起橫額請願，話咧對夾屋樓宇質素缺乏信心。佢哋要求房協可以俾佢哋事先親自去所選購嘅單位睇樓，然後咧先決定係咪上會。佢哋將所收集到嘅意見書交俾房協代表。喺較早前咧，曾經有一批將軍澳夾屋準業主向房協投訴，話大廈結構有問題，事件咧令到公眾關注到夾屋樓宇嘅質素。警方昨晚深夜喺九龍城搗破一個非法賭檔，拉咗30人，檢獲大約250萬元嘅籌碼。被帶走嘅包括15男15女，年齡介乎21至58歲，其中一個姓陳同一個姓黃嘅男人涉嫌係賭檔嘅主持。而警員就在現場檢獲約255萬元的籌碼。昨晚接近午夜，警方突擊搜查九龍城北帝街38號 A 一樓一個單位，盜破這個賭檔。警方說個賭檔懷疑有黑社會背景，經營了大約1個月。國際方面，印尼婆羅洲的種族衝突持續，連日來超過80個人死了，數以千計的居民逃離家園，政府再加派軍隊到該區制止暴亂。朱石君報導。在婆羅洲，馬拉土著和馬都拉移民的種族衝突持續，暴徒到處縱火，千幾間房屋被燒毀，不時還可以見到手持自制武器的暴徒聚集在街上。軍警亦不敢鬆懈，加派人手到出事的村落巡邏。好多人都不敢再留在这里，最少5000人扶老攜幼逃离家园，大部分都是马都拉人。这次种族冲突是由一个马都拉人拒绝支付车费给马拉族的巴士司机引起，导致几十人死亡。亚洲电视记者朱世君报道。澳洲西部广泛地区受到特大暴风雨吹袭，部分城镇严重泛滥。胡斌报道。澳洲西岸城镇穆拉被暴风吹袭过后，整个小镇变成泽国，到处汪洋一片，很多房屋被浸过顶，还有人站在屋顶等候救援。镇内的铁路和道路等基建设施亦都被冲毁，连游艇都被冲到上街上。而救援人员就四处巡逻，抢救被洪水围困的老弱妇孺，亦都有人加紧收拾自己的细软。当局表示，由于暴雨成灾，穆拉镇附近一条河流崩缺，所以灾情特别严重。镇内800多个居民，大部分已经疏散到安全地方，目前仲未有人伤亡。而气象局就警告，另外一个更加强力的飓风正横扫澳洲西部海岸，可能在区内造成更大的破坏。飓风风速高达每小时290公里。而家已經吹到柏斯，附近離岸轉油台已經撤走員工，而區內幾萬人亦都已經做好疏散嘅準備。亞洲電視記者胡斌報導。喺土耳其發生自殺式炸彈襲擊，一死三傷。事發喺土耳其巴什卡萊鎮，一個25歲男人被警察截查嘅時候，突然引爆炸彈，個男人當場被炸死，另外有兩個警察同埋一個途人受傷。事件咁啱喺庫爾德族人一個傳統節日前一日發生。土耳其嘅庫爾德人通常會喺呢日咧舉行示威噶，加上庫爾德遊擊隊領袖奧賈蘭被捕之後，一再發生暴力事件，全國上下都加強戒備，防止暴亂發生。又到體育嘅時間啦，馮堅成交俾你。好啊，唔該。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阿仙奴以2-0贏了高人地利，繼續守住第二位。阿仙奴連續12場聯賽保持不敗，比提攞尾袋擦柱出界，差咁少就相當唔抵啦。啱啱入選英格蘭國家隊的帕魯亞推過了對手，腳面彈入個靚波，要證明基緊係冇揀錯人。高人地利要搶分護級，無奈守多個攻，帕金停一停再射，未能夠命中目標。
斯文啊连烧带打，双脚夹跌咗科基特，不过球证啊冇吹十二码。超级大后备嘅简奴入场，又做翻出好戏，交俾奥华马斯，佢又不负所托，射入二比零到完场。阿仙奴多打一场，小曼联迪尼追一球都系冇用，马赛赢四比一，小波尔多一分排第二位。美国职业篮球赛，休斯顿火箭以103-93赢咗凤凰城太阳。老将巴克利打到好似后生仔一样有气有力，策动反攻，交俾布勒上篮，火箭啊领前36-29。至于喺佢嘅食壶位，巴克利就更加冇问题啦，佢射入今季个人最高嘅35分。太阳六日前喺主场赢过火箭，杰特交俾卓文射成40-42。完场之前，卓文啊射中框，火箭啊得个进攻嘅机会。巴克利入两分之后，91-88领前，但之后就被太阳追和91-91，要打加时。帕昆啊入个关键嘅三分波，佢有14分嘅收获，协助火箭最后赢103-93。喺佛罗里达举行嘅一项网球赛，阿加斯喺第二圈出局。背向镜头嘅阿加斯系旧年嘅亚军嚟噶。他對住世界排名40斯洛伐克的雅巴迪輸6-1、3-6和2-6出局。兩個探險家成功駕駛熱氣球環繞地球一周，下晝是埃及安全著陸。瑞士人皮卡德和英國人瓊斯所坐的